啊，聞咗三次啦。逼婚喎，美國化妝品嘅嬌嬌姐嘅老細係華瑞嚟㗎，佢今次想開拓中國市場。如果今日呢單嘢搞掂嘅話，我哋二組啊揚威成個集團啦。有冇理由唔緊張先得㗎？誒，但係達叔啊，嗯，你同香港嗰邊聯線一下，出下個網速得唔得？咦？喂，唔係嘛？個電腦個攝像頭冇反應嘅。喂，頭先我用得好地地嘅喎，唔會話壞咗啩？喂，唔係啊，達叔。嗯。仲有十分鐘就開始。喂，唔好咁緊張先，等我嚟檢查。清楚啲啦。我知，頭先我係用緊㗎，好地地嘅嘛。喂，達叔，你呢個插座啊，插一半唔插一半點睇先得㗎？可能頭先我整嗰個電源嘅時候碰到啦。得唔得而家？得啦，而家得啦。得啦。好啦，大家再 check 清楚，睇下有冇其他問題。大叔，你去邊度啊？唔好，關鍵時刻嘅話，我梗係快脆翻去個辦公室度，將嗰只皮友請過嚟壓住陣腳啊嘛。大叔啊，你最好擺喺個十全十美陣啊，等啲老總見面嗰陣咧就開開心心，知唔知啊？哦，知，得啦。Jason 佢冇翻到公司啊，而且咧佢俾书话佢早已冇翻到嚟噶啦，打佢电话又冇接，咁而家点算啊？搞错啊 ！OK， 好，拜拜。哎，小强，钱总怎么啦？跑那么急去干什么？钟副总约了那个 B 饭的老总开网络会议。哦 ，B 饭联系上了。嗯，这可是个大项目啊！啊，好，小强，你告诉钟副总和简经理，把这个客户拿下来的话。我请你们喝茶，真的，秦总，太谢谢您了。您这是去哪儿呀？啊，我约了几个客户去从化打高尔夫球。哦，你上去吧。加油啊！我等着你们的好消息。放心吧，秦总。喂，你终于肯听电话，你喺边啊？啊？咁系我？怎么了？而家点算啊？临时换人？喂，换边个啊？秦总同李总又唔得，喂，人点名要见你噶噃？咁咪再约个咯。再约？而家唔系讲笑啊！你知唔知我几辛苦先约到佢噶？人哋专程喺美国翻嚟噶。喂 ，Jason， 如果单 case 我倾唔掂，系咪你赔俾我啊？唉，等我谂谂先。哎，阿周洋喺咪你隔篱啊？喺度啊。你叫佢听电话。哎，钟副总，哎，周洋，我现在在外面，没有时间，你能不能先帮我顶着？啊，我帮你顶？哎，我怎么顶啊？网络会议吧，你坐在电脑这边，你光出声，你不开视频，谁知道谁是谁呀？再说那个策划本来也是你写的，你说最合适了。啊，不是，钟副总，是这样，人家都是要求老总级别的人会面，那如果真正达成协议了。要经常见面的，不穿帮了吗？所以说你们不要开视频嘛。你不开视频，那边谁知道你是不是老总啊？对不对？而且这关系到二组的业绩，关系到你我前途的。周洋，这个事儿你必须得帮我，要不是回去了，简介可把我掐死，好吗，周洋？哎，钟副总，喂，喂，怎样？不如掐死你！哎，看见你嚟啦，快啲！喂，姐，你翻嚟咁啱啊，人哋嗰边吹啦，老细埋晒位啦，快过嚟啊！你同我哋讲，我哋准备好啦。我讲啊，张，要我说啊，就直接跟人说实话就完了嘛，就说钟副总有事不在。Jason 有事？佢出咗咩事啊？佢除咗冇人身自由之外。其他都好多不得了，咩意思啊？吓！我刚刚碰到秦总的，他说只要我们搞定了 Big Bang 这个 case， 他就请我们喝茶。小强，你讲第二样嘢得唔得啊？死啦 ！Jason 又唔翻嚟，单生意会唔会倾唔成噶？哎呀，简经理啊，通话时间到啦，对方发出咗通话邀请喎，点啊？等我嚟啊！第二公司第二推广部。
方，中国区经理陈峰 ，Miss Fang 已经到了。可是我们钟副总他还没有到。简经理，不是说好了是总经理席的会谈吗？钟副总不到 ，Mr. Fang 不会参与会谈。扮晒大牌，有钱大晒。陈经理啊，其实钟副总他已经到了，只是他今天刚好有点不舒服，他感冒了，咳嗽，他去吃药了。哦，哦，他已经来了。哦，那我们开始吧。好，稍等。今天有点感冒。哦，我叫 Andy 芬，你叫我 Andy 就得噶啦。最近呢几日咧天气唔系几好，话你要多啲注意身体啊吓。哦，谢谢。诶，乜我睇唔见你个图像嘅？啊？我这边很好啊，我能看到你啊。喂，陈经理，点解咁嘅？啊？哦，可能是网络问题。哎呀，你点搞噶吓？网络是这样的，有时候时好时坏的。这样吧，时间紧迫，我们先开始聊着怎么样？咁都好啦，倾下先啦吓。以财为食，食立四方之财，宝贝皮忧啊！呢次啊。靠晒你啦，钟副总，你哋嘅策划书要求我哋第一年喺中国地区着重推广唇膏品牌，呢个为咗乜嘢咧？啊，是这样的，有一个有趣的美妆经济现象，在所有的化妆品中呢，口红的销量一直处于第一位，很稳定的。这是一个很值得考虑的问题。你看啊，经济越萧条的时候呢，口红的销量反而是直线上升，这到底是为什么呢？它里面到底有什么原因呢？其实很简单，原因。花钱少，而且心理作用比较明显。你看啊，钟副总，睇你个样好似好后生咁噃，啊？哎呦，过奖过奖。听你嗰把声，我就唔觉得，但系睇你个样好似仲未到卅岁喎。钟副总，哎，我今日下昼咧有个洽谈，听日我要飞翻去美国，但系对方突然间取消咗个约会。咁我今日下昼有啲时间，想话咧飞过广州同你倾一下，我对你嘅策划好感兴趣。啊，好，谢谢，非常感谢。那我们下午见啊。喂，钟副总，你明明系周扬嚟喎，不如啊，大叔，哎呦，搞死啦！就算佢啊，着喺龙袍似太子啊，佢都唔系太子啊。点算啊？我有办法啊！不如就同人哋讲话，我哋嘅摄像头个像素太低，咁啊影到阿 Jason 个样变晒形咁咪得咯。俾你谂到啲桥啊，都好极有限啊！你当人三岁细佬哥咩？咁易氹？哎，好啦好啦好啦，就跟人家说实话，你撒一个谎啊，后边无数个谎等着你呢。跟人家合作时间还长着呢，早晚被揭穿了。喂，自闭啊，周扬啊，如果我哋同人哋讲咗实话，咁到时候或者合作嘅机会都冇喎。钱总啊，即等我们谈成啦。你有心你冇咁多嘴啦，又冇意见又冇性。其实嗰人讲佢哋最初系大叔，我唔系佢多手，会唔会搞成咁？又关我事？我点知系玩狸猫换太子啫？
監經理又叫我負責台電腦啊，我只不過係盡職責而已啫。我真係冇任何 idea 啊！哎呀，簡潔，説話唔可以咁講啊！呢次真係教曬你啦。你咁即係講大話喎？如果俾對方知道咗，好大鑊㗎！咁後果梗係嚴重啦！呢件事咧關係到你嘅業績、我嘅聲譽，所以呢個大話必須要繼續。今日咧 ，Mr. Fun 咧就要翻美國啦，咁佢下邊啲人咧就會跟呢啲後續嘅手尾。嗱，中國區個經理啊，易搞掂啊，啊，其他啲垃圾嘢啊、啲手尾啊，就交俾我。咁你聽日咧就將呢個意向書簽到落嚟，咁啊 OK 啦。喂，你真係講得好容易喎，全公司上下咁多人，你估真係咁容易蒙混過關啊？唉，所以咪話咯。所以呢次咧真系唔可以穿煲噶。忠誠，我唔該你可唔可以生成少少啊？你遲早一日你都會傷喺你嘅手上噶。嗱，簡潔，呢次真係靠曬你啦。啊，拜託拜託。陳經理。钟副总到底去哪儿了？如果这个事儿现在跟客户解释的话，还好解释，以后就没办法了。钟信他现在一时半会是回不来的，他的意思是先把 Andy 对付过去。阿威啊，你帮周远叫个翻译吗？啊，真让我假扮钟副总啊？就一个小时，等待一下吧。不是，那以后怎么办啊？以后的事情让钟信自己处理。来，我们商量一下。整间 DO 公司认识钟信的人100%，认识周扬的大概30%，而遇见他会跟他打招呼的人有零。陈姐啊，我人缘那么差呀？你可能太酷啫，平时是跟你一样，见到生人都打招呼。和周扬遇到对方，必须要跟对方打招呼的人有，两个。李文明同埋秦总，不过咧，我觉得向斌应该要避忌好啲。李文明系重点回避嘅对象。李老板我要出差喎，咁就得翻向斌啦。向斌，喂，佢唔会唔顾公司嘅利益啩？说话系咁讲，但系呢件事关乎于中信，好难担保向斌佢唔会搞咩小动作。林六又系嘅。我不是跟你说过吗？上班时间不要来找我。哎呀，我唔揾你唔得啊！呢次好大镬啊！什么事儿啊，大惊小怪的。我话俾你知啊，我同你算过一卦噶啦。啊，今日行呢3点至4点钟嘅时间，你千祈唔好离开办公室半步啊！啊？嗯，主要系咧，你有血光之灾啊！真的假的？咁咪梗系真噶啦！鬼神嘅嘢，宁可信其有，不可信其无啊！而家得翻我哋嘅老细秦总。吓，秦总啊，但系问题系佢唔系咁容易避到喎。哦，想起来了，秦总去从化打高尔夫了。从化打高尔夫，即系讲佢今日晏昼翻唔到嚟。Mr. Feng 今日下昼3点钟会嚟我哋公司。而4点钟佢就要翻香港。简经理，你嘅意思讲我哋得1个钟头嘅时间做戏？冇错，我哋要喺1个钟头之内做到滴水不漏。有冇信心？有。有。哇！周扬，哇，着西装特别有型喎，好有 taste 啊！我这样行不行？现在悬上，不得不发，怎么还带着胸牌呢？赶紧摘了吧。陈经理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来，我来介绍一下，这位就是 Big Fang 董事 Andy Fang 先生。嗨，你好，我是 Andy Fang， 叫我 Andy 得噶啦。Andy 啊，估唔到你广东话咧咁流利嘅吓。哎，过奖啦。講咧我仲可以，但係認中文字咧我好差嘅啫。我嚟介紹一下，呢位咧係中信副總經理。哦，你好，鍾副總。你好。
呢位係我哋工作室嘅組員歐陽。Nice to meet you, Maria. 哎呀，歐陽生你好，非常高興與您見面交流。要不我先帶您參觀一下我們的公司。好啊，來，好。中副總會議室已經準備好了。啊，好的。請慢往這邊走。这儿呢是我们公司的大堂，我们公司啊一共有员工500多人。嘿，周洋，怎么今天穿那么一本正经啊？周洋，你的策划师的主播就叫周洋啊？哎，是，对，他呢，他还叫周洋，但是之前他是叫欧阳嘛，系嘛？他叫欧阳我啊？啊，啱好啦，你喺度啱啦，喺度揾你啊，我。Excuse me。哎，这边请。什么呀？我要去给秦总换咖啡，新买的咖啡他喝不惯，每次喝都拉肚子。秦总今日去从化打高尔夫，你唔知咩？佢今日唔翻啊，歇歇先啊，唔使咁急。那你整天拦着我不让我走是什么意思呢？其实我想同你道歉噶。道歉？道什么歉啊？你嗰次咧，你过嚟我哋公寓，我哋咁样玩鬼，你都冇嬲，你又冇同阿秦总打报告喎，即系其实我心里边好感谢嘅。你们个个就当我是花痴，我告诉你，周洋在我的情史中已经是翻过去的一页了。不过再见也是朋友嘛。朋友当然是朋友啦。喂，我咧叫阿周洋请你食饭。行，小林再见。这儿呢就是我们第二工作室办公的地方。我介绍一下啊，这位就是 Big Fan 公司的安迪范董事。啊，好，范董你好。大家叫我 Andy 就得噶啦。啊，呢度工作環境唔錯啊嚇。加上簡經理呢，我們第二工作室一共7个人，其他人都出去忙去了。啊，好。咦？啊，鍾副總，乜呢度有你張照片噶？啊。哦，其實咁啊 ，Andy， 因為呢張台咧係我噶。咁因為我一路都好仰慕阿 Jason 嘅，所以唔係有佢張相咯。鍾副總，哎呀，你真係深得人心啊！係啊，係啦，嗰個策劃書嘅第7項同埋第3項，我有啲唔係幾明。究竟講啲乜嘢嘅咧？哦，我俾你看啊。啊。您說的是不是這個地方？係啊，這個地方其實。鍾副總，乜你連你下屬嗰啲電腦密碼你都知嘅？哦，其實就係咁嘅，因為咧，我同阿 Jason 嘅關係又比較好啦，咁所以啲密碼咪都知道咯。不過其實我哋啲密碼都通曬知㗎啦。哦，我知道你哋嘅關係啦，嚇。一個係靚仔老總，一個係靚女下屬嘅關係啊嘛，係咪啊 ？Jason， 哎，不好意思，那您見笑了。范總啊，關於細節嗰啲問題，不如我哋坐低慢慢傾啊。啊，好好好，去會議室傾啦。哎，好好，那我聽我。好，走，這邊請。好。时间什么时候到啊？没动。姐夫，我这就忍不住了。有咩事俾你命仲紧要啊？忍住啦，忍住。男人不能忍的。系男人唔男人都要忍住啊！忍住，坐低。坐低。哎呀，我这人有三急啊，就管成老子都拦不住我，我要出去。喂，你睇个细节，你哋同阿陈经理协商就得噶啦吓。我希望你哋用5年嘅时间打中个市场。Mr. Fan 嘅意思系要同我哋签一份5年嘅长约。嗯，你哋有冇信心啊？简经理，我绝对有信心。您放心吧，秘书方，时间差不多了，我们该走了。哎呀，你唔好成日催我走啦，我同阿钟副总好啱倾噶，正所谓相见恨晚啊。秘书方，您忘了吗？您明天还要赶一大早的飞机去香港呢。好，
我去洗手间先吓。洗手间喺边度咧？啊，我带你去。我陪你去吧 ，Mr. Fang。哎，唔使啦，唔使啦。哎，有啊，钟副总陪啊，得噶啦吓。好嘅，请。好嘞，报个位置。仲喺茶水间。好，收到。大叔，报个位置。目标，而家洗手间啦。洗手间？咁距离噶？即刻带目标离开啦。我告诉你今天你不宜在外面久留啊。姐夫你不用做我吧。走什么东西啊，我是选手啊。你洗什么手啊，我告诉你你今天最忌的是掂水啊，掂亲水的话你会破财一行啊。破财啊，是啊是啊是啊，没错了没错了，走了走了走了。谢谢你。暂时没有发现可疑人物。哎，秦总，秦总，您怎么亲自来上厕所呀？小强，你站在这儿干什么？秦总，我上大号啊。头换了吗？哎呀，因为天气问题临时取消了。我那军姐给我冲那个咖啡，搞得我现在有点肚子疼。喂，秦总，里面爆水管了，到处是水，再搞清洁卫生的，你到楼上或者楼下去，好不好？不行不行，来不及了，我现在憋。不，真的，秦总真的。哎，里面有声音。哎，可以上厕所。哎，秦总要上厕所了，小心地滑。钟副总，我喺出边等你啊。钟喺度啊。喂，阿钟啊，阿钟你冇走啊？哦。俾幾格次次用啊！啊好。陳總，我仲係咪因為我啲味道太臭走咗啦？啊，我都嚟下先。啊，各位不用送了，我已经通知司机把车开过来了。系啊，唔使送啦啊！哎，呢次会谈好愉快，我听日赶住要飞翻去美国，我好想请你食翻餐饭。太客气，太客气。Andy 啊，咁咧听日咧我哋就约阿陈经理倾翻我哋合作嘅细节噶啦。好啊，好啊。乜鬼嘢唔听我电话噶？杨小姐，请问中信在哪里？有他的快递。哦，这里。看见你在这儿，我还想帮你签收啊。啊，我介绍一下，这位呢是我们这次合作的安迪先生。哦，这位呢是我们第二工作室的业务员周阳先生。安迪班长，不好意思，我英文水平不好。周阳爸爸，你个插话案真系挺呱呱啊！都系因为。钟副总，他指导有方。咱们走吧，车已经到楼下了。哦，好，拜拜了，各位。行，拜拜，拜拜。顺便走心朱古力啊？我而家冇心情食你啲朱古力啊！你可唔可以话俾我知，究竟点解你会去咗差馆噶？呢一层，唉，咪就琴晚咯，嗰个咪咪啊，真系。咪咪，心理病啊？唔系，都救咗噶啦。琴晚我同佢讲，我话两个唔啱，咁啊话分手啊嘛。
咁佢話送佢翻屋企喎，咁咪送咯。咁喺路上邊咧，佢就請我食呢啲啦，酒心朱古力。唉，仲要呃我去警察查車嗰度，做乜？所以你係因為酒後駕駛俾人拉咗去差館？唉，直到今日下晝，我朋友去保我先出咗嚟咋。陳經理話聽日會嚟簽約，你有咩打算啊？冇啊，都未諗掂。陈经理好，陈经理好，这位是哟阿峰啊，自己要嚟噶，忠信啊忠信，这回差点给你给吓死，说来你们这帮手下也太无厘头了，我也不知道会搞成这样，要不这样吧，我那只 Monable 就让给你了，下不为例啊，我同阿峰旧相识嚟噶，唔怪之你寻日咁淡定，算我们走运。这回 Andy 回美国以后，就基本处于半退休状态，不再参加公司事务的管理。以后希望大家也不要再提这件事情，希望我们继续合作。对了，忠信，一会儿我到你们家去酒去了。啊？一会儿就去啊？下个月那不行。哎，